ですね。Last night someone complained that because of the heaviness, it wasn't straight. It wasn't really sideways. So we must make sure. Now it's not blocking you. Yeah. I think this was blocking you. Come on.
对，二十几岁就继续。像咱们这种，我只能跟你打一个。这种乒乓球你打不过那个年轻的，走吧，走吧。二十五岁国家队的退役。好嘞，好嘞。摔一跤就进 ICU， 他们摔一跤爬起来接着打。对，差半个月。对，因为救球有时候他的技能就躺在躺在地上救球，翻过来接着起来接着打。你要半月之后你能进 ICU 吗？我看他每次用化学喝了好多水，我给你建议，你剩一张好好的学学化学。那个正常拉球什么的，那一时半会儿不会，那些你别学，别管放进去。然后咱俩可以在那个，咱俩可以在那个加拿大比赛，这小学老爷老头大比赛，打双打挺好的。这个 open 的吧，有好多小年轻，二十岁的那个好多有瑞典和前国家队的。